契结的婚姻是庄严而有约束力的。你两位当众向对方表示对方为配偶，并为此签名为证后，变成为合法夫妻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承诺永远在你身边，给你最温柔的拥抱，爱你到永远。永不合法丈夫。珍惜你，心痛你，宠爱你，直到我命都白头。咁你觉得呢度一个场地又如何呢？场地啊，好靓，好靓，真系靓，系。如果有朋友想搞证婚仪式嘅话，你会唔会介绍佢嚟呢个澳西洲高尔夫球场啊？会，会啊，会啊，搵 Carrie， 搵 Michael。觉得我哋呢个场地点样咧？Perfect。喺香港嚟讲，其实系好少有嘅，亦都个咁开扬嘅环境，俾我感觉好心旷神怡。个新郎自己揸住架高尔夫球车送新娘入场，咁呢个 idea 都几好。咁你问嘅话，其实出边都唔会有咯。咁所以我都几中意呢笪地方。我今日喺度行礼，好正啊，好靓，系啊，睇下个日落几正，系超靓。同埋你哋员工真系好好，我都叫做麻烦客隔都 OK 嘅，全部都好 perfect， 好满意。是真的很方便的，因为你们全部帮我们想晒那些东西，我们又不用烦，我们只是想朋友亲戚那一部分已经 OK 了。打破传统啦，所谓是吧，饮片就饮得多了，这个真的我都是第一次。一个黄昏呢就什么都值得晒的，最重要是新人喜欢的草地的话，就你一定要搞得到了。望到好特別啦，好即係好新穎啦，佢哋嚟到都好開心嘅。又幫我設計好多好靚嘅頭飾，咁好多客人都話我嘅妝好靚，多謝你。可能呢啲就係女仔每一個人夢中想要嘅嘢咯。係啊，即係個所謂嘅夢中嘅婚禮，就可能個過程就有個難忘嘅回憶咁樣咯。非常之滿意嘅，尤其是大部分工作人員啦都好 nice 啦，同埋佢哋都好肯走多兩步，做多少少嘢，佢都唔介意嘅。咁呢啲係出邊嚟講比較少啲咯。非常之滿意，咁工作人員都好用心，咁我哋都有啲 delay， 大家都幫我哋去 extend 咗個服務，咁非常之開心，非常之滿意。做法非常之好，好貼心。